大家好，我是刘季。直播演奏时长18个小时的钢琴作品，你们见过吗？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我将于2020年12月31日上午7点开始，在渤海之滨秦皇岛世界首演自己创作、英国大师出版社发行、时长18个小时的音乐作品2020，并创造世界纪录。作为音乐家，我希望用我力所能及的方式来纪念在这不平凡的一年之中那些感动我的瞬间，以及那些为时代创造辉煌的人们。在此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鼓励，也欢迎大家加入我的音乐跨年之旅。我们在12月31号早晨7点直播中不见不散。现在是2020年12月30日，今晚我将会见到青年钢琴家刘季，并且参与他的18个小时跨年音乐会，见证他的这个伟大壮举。See the stone set in your eyes, see the thorn twist in your side, I'll wait for you.Light of hand and twist of fate On a bed of nails she makes me wait And I wait without you With or without you2020年12月31日早晨7点，
至2021年1月1日凌晨1点，国际青年钢琴家刘季将以18个小时的演奏，纪念2020这场举国灾难事件中奋战在一线的医务人员、城市的新英雄主义者和举国上下的抗议民众，以致敬人们不懈的努力、真诚、意志、奉献与无数的感动瞬间。和许多音乐家一样，刘季也在为过去一年至暗的日子用音乐传递温暖。但这场音乐会与众不同，在跨年之际，他将以18个小时漫长的方式缓慢地走过这令人倍感漫长的一年，并且全程与大流量平台在线直播，用这种以音乐名义的行为主义方式，让听众在这个跨年的日子随时与这场爱的纪念线上对接，缔结爱的力量。我怀着巨大的好奇，想要通过这场音乐会去解答18个小时的作品究竟是以音乐的名义的一场行为主义，还是在音乐艺术审美历史上面对未来的一次邂逅。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18个小时的跨年音乐，用什么样的内容填满这个巨大的空间。